霞，我们去找他吧。我不是那个外甥。啊？你记住吗？我家没生病的。我们来美丽的海口城市，我要去陕西一下，看跟我们农村里面那个乡镇里面那个早餐有什么区别。那你去吧，你看西红柿怎么，你去什么。好，子金出不去，爷爷带你去，出不去。你不去，爷爷走了啊。不要管。哦，你吃不吃啊？我不吃。你带小心。等把我带的鸡下来了。好。哎，子霞。嗯。我昨天在学习这么一点点练，今天没撑进去呀、啊。你擦好了。啊，我擦好了，是擦这个头啊。啊。今天都没撑进去，帮我撑一下吧。嗯，你拿别人，你拿这里。帮我撑吧。啊。拿这里的胸带不能用。怎么不能用？你要扫码才能用。你妈的丢。哪里、啊？你这里要扫码呀，这个是店里呀。你要拿妈妈的胸。哦，这里又充电都要扫码，是啊，收我的钱啊。嗯，你没有。哥都不懂嘛。你没有看到他那么高级呀、啊？哦，我以为他的酒店配这个，我你们都在扫码，我就随便拿一个嘛。嗯。那怎么得了？但是昨天他这个洗衣机也收我的钱，这个充电的也收我的钱啊。没办法，高级东西都是要钱。就这个充电跟像厕所不要钱了，什么都是我的钱，哎，浪费。爷爷别走。我带你去洗澡堂。爷爷别走啊，爷爷。我说我带你去，你不去，你要我别走。爷爷别走，爷爷别走。你跟爷爷去嘛。跟我去嘛。我不去，我哪能去，我走不得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跑了。爷爷，爷爷别走，爷爷别走，爷爷别走。好好，我不走。哎呀，给爷爷的书，爷爷要的是东西。哦。只要你跟我睡也不肯。想睡一个。昨天晚上睡好稳哎。你爷爷想睡好睡，你不给爷爷睡。快点哎！等一下又没有了。对，等一下我十一点钟来。你不要。你看了，老是掉到爷爷的衣服。好了。哦，我没走了，我没走，我坐在这里喝一口开水，我没走。呀，你莫走。哎呀！哎呀！我真的打人了，哥。